是的，世界各地正抱着不同的心情迎接开斋节。相比陆地上的悲喜交集，在太空过节的阿联酋太空人苏丹尼亚迪在零重力世界自得其乐。他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在悬浮中与小玩偶拍摄视频，给地球人送上佳节祝福。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كل عام وانتم طيبين بمناسبة عيد الفطر المبارك الله يعود عليكم إن شاء الله باليمن والمسرة وكل عام وانتم طيبين محدثكم سلطان نيادي من محطة فضاء الدولية。在这段视频中，苏丹尼亚迪还打趣地说，他和蓝白色的小玩偶都换上了最好看的礼服，准备享受盛宴。苏丹尼亚迪从上个月参与美国太空总署和 SpaceX 的 Crew 6任务，会在国际太空站逗留6个月。他因此成为阿联酋第一位在太空站长期停留的太空人，就连斋戒月期间也在执行任务。不过他不用和地球上的穆斯林一起守斋，因为执行太空任务符合外出旅行的定义，可以破斋。接下来苏丹尼亚迪会在下个星期五进行太空漫步。